九门带您逛北京，我是小九啊。今儿个这京城半日游啊，太庙、古槐、宝顶、包子，走着。各位，下午好啊！您看见没有，咱这就到了。哟，九哥，今儿这京城半日游路线您怎么安排的？今儿啊，咱先让太庙溜达一圈，完事儿啊，买古槐宝顶包子去。古槐宝顶包子是不是西四那家啊？没错，他们家在西四啊，也是老店了。听说他们家是天津包子，一会儿我得尝尝。咱还是老规矩，先溜达一圈，完事儿就去。得嘞，您带道，我跟着您。走着。哎，九哥，我听说这太庙是北京五坛八庙的其中一庙啊。没错，是八庙里边啊排行第一的。嚯！明朝那会儿啊，明成祖朱棣为了建这太庙，在京城里啊开办了琉璃厂、石座厂、神木厂、台基厂，这工程可够大的。而且这太庙里啊，68根大柱子全是金丝楠木。嚯，这金丝楠木可是好东西，不腐烂、不变形、不虫蛀。哎，九哥，那这太庙是干嘛的呀？早年间这太庙啊，是供奉历朝历代皇帝牌位的地方啊，就跟那祠堂似的。没错，您等到了后来啊，皇后、宗室、功臣的牌位也都供在太庙了。您这一说呀，这回我就明白了。哎，对了，您要来北京旅游啊，可以来太庙溜达一圈，门票2块，而且没什么人。哎，九哥，我听说这还是拍婚纱照的网红照相点呢。这你都知道，咱俩这么着，先看拍婚纱，然后买包子去。得嘞，走着。到家了啊，咱尝尝这古槐宝顶包子。据说他们家这包子呀是天津风味的，我买的是鲜肉的，6块钱一两，一两仨。这天津包子呀包出来发扁，咱尝尝。解馋呀。它这鲜肉的是白馅的，没搁酱油。香啊，三口一个。我比较爱吃这种白馅的，肉味重。都是肉汁儿。他们家这包子皮儿挺薄的，你要吃啊小心点，肉汁特多。古槐宝顶包子吃完了啊，
薄皮大馅儿，肉嫩多汁儿，你要再来碗炒肝，地道。